哪里的嘞？还没过年不是啊？现在都还没过年呢，大家都已经开始这边疯狂的厮杀，怎么回事？好啦，今天玩看玩什么吧，玩这一款或是玩 City Skyline 啦。我的预计是这样，这款是今天正式上市的游戏，还是我们先来玩这款，这款看好了。City Skyline 如果真的没游戏玩，我们再来玩好了。对啊，这款它是有点像 Roguelike 塔防类型的挖掘经营游戏，也有点复杂，但是不错玩，对，蛮不错的。你是台中大雅中发票那位吗？不是啦，你不要随便帮人家按一个那个名字哦。对啊，玩玩看这款好啦，好不好 ？City 不急吧？因为我为什么要玩？我为什么玩这款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看到他那个游戏截图啊，他游戏截图有一张画面，然后我就直接买了。嗯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感谢，谢谢 Tony。有没有？我后来我就直接买了，二话不多说，直接就买了，好吧？不跟他啰嗦啊。好像可以用摇杆的样子，因为摇杆应该比较好玩吧。买了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先玩这款可以吧 ？Twitch.tv/usernotice 井号 mobile mobile 小老鼠。感谢感谢，对吧？可以吧？我们今天玩这款 OK 的吧？我想玩玩看嘛，如果真的不错玩，那就值得推啊。如果说还好，那就还好。OK， 来吧，我们先玩玩看吧。镭射穹顶，还有剑形的是怎么样？你还没解锁。哦，工程师观测者，优秀的挖掘技巧。麦块哦，麦块也没突然玩，就是玩差不多了吧。我们都把那中介龙打掉了，收集文物。对啊，依旧不简单，比其他困难的更轻松一点，各方面好过一点。那玩什么？普通、困难，先普通打一轮看看好了。感谢。啊？啊？哇！穹顶人！我这个也太帅了吧！我还有喷射背包呢，哈！耳机插入，啊，这个是干嘛的？按 A 可以捡起。哦，哇，捡起要用脱衣的 ，OK。哎呦 ，nice 哦！这边呢？左右这样挖不知道有什么差别，感觉好像没什么差，还是要先往下。对，嗯，真男人挖法，因为现在完全不知道任何游戏的情报啊。如果说挖了会不会越往下风险越高之类的？什么都没发生，有别的按键吗？目前没看到。哎，红色的，这就是他所说的文物了吧？Hello， upgrade 生命值800的穹顶，周边敌对反应侦测器，消耗生命值，生命侦测器资源清单。啊，难怪什么界面都没有。电钻强度增加。那个呢？红色是干嘛用的？能量护盾，这是什么？
这个叫做什么电力场之类的啦，就是冲击啊，哦，往你周遭冲击，然后战斗的时候呢，可以制造一个护盾周围会有一个类似像冲击波的东西，扫射敌人，雷射瞄准镜。那这样三角形哦，三角形是升这个的啊，会自动修复吗？硬化。可以 battle， 是不是敌人要来了？我看那个跑条已经跑完了。哎，有声音！等一下，不要急！哈喽，哎，不要啦！要破了 ！LB battle。哇！要破了！我怎么办？我靠！说打就打，不给点面子？修复吧，对不对？硬化，这就不够了。资源清单，电钻强度跟速度，我觉得等下要升级一下。我差一点就爆了，没事，修好了。啊！怎么长草啦？三个，刚才被我砸到超级的，可能我刚才跑过来吧，他现在很不爽，对不对？想说我在家里面这边住好好的，突然有一个人从天空中掉了一个东西下来，抽插我家的地面，对不对？搞到都已经要地层下陷了，不知道来干嘛的，然后跑过来敲门。这个砖头好烂哦，砖超久哎，为什么是坏掉了吗？为什么可以砖那么久？坏掉了，不是吧？看一下 upgrade， 我们现在有四点资源，那还是先升级砖头强度吧。还有四点呢，负重强度可以背更多的东西，雷射瞄准尿尿，从哪里来？嗨，好了啦，我就说吧，好了啦，负重感觉是蛮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可以多带点东西。我们现在砖头已经有强化了哦，两下，哇，这个好。不过我绑了三个东西在身上啊，我现在移动速度变得很慢，所以那个增加负重跟速度的应该是蛮重要的。哦，戳一下它爆了，哦，紫色的哦，嗯，这是什么？完了，有点肥，不太行啊，太胖了，快点让我上去，资源转换仪冷凝器道具可以分解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增加一个机器。Machine under the dome， 在这个底下会非常缓慢的方式，什么 protect water， 中间那个什么意思啊？慢慢的生产是冷凝水分是不是？可是水不知道有什么用啊？先弄好了，不管了。Upgrade， 哦，蓝色小药丸，护盾充能。这样呢？这样就会有盾了吗？40个护盾呢 ？Overcharge， 这干嘛的？啊？哦，睡哦。Battle，
来两只了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好了啦！要爆了，要爆了！他会慢慢修理吗？修复这个好像是每一次就要这样额外使用的东西，它不是说那个回合计数器资源清单。哇，这个感觉很拼欸，这不能拖延时间欸，拖延时间就爆炸了。我只是玩普通难度而已哦。这才普通难度欸，困难要怎么玩？主角像一拳超人，奇遇吗？如果是奇遇的话，那我还要飞出，我还要拿那个雷射干嘛？直接开扁就好啦。移动速度、能量波、持续时间、充能时间吧，护盾充能。增加50滴血量，冷凝水哦，会。如果你说你收集到更多材料的话，这边会增加新的科技耶，有没有？获到新东西，它科技就会增加。老皮安安，安安啊，晚上好。完了，到底了吗？啥都没有。我来了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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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别敲，别敲，别敲！有了，有了，剩下赶快往下挖。我知道这时间分秒必争啊，不是啊，他都把玻璃敲破了，不然你以为他来干嘛的？送你新居乔千里是不是？说啥呢？他都要对你不测了。哇，这个要挖好久，不行欸，砖头要升到下一阶才有办法，不然这个挖太久了。有了有了有了，他们只想要 play one，no。类守塔型游戏哦，类似吧，简单，但是我是觉得游戏应该说它的复杂度应该会蛮高的，就是它你那个每次选择的东西有没有，这些东西都还蛮重要的，增加货物。还是要先升速度好了。对啊，呜，有感有感有感，这个速度早该升了嘛！从哪里来？从哪里来？看一下，我们现在五负重强度，我觉得先升砖头吧，不然下面的没办法再升了。然后火力等一下也可能要考虑升级。来啊，可不可以都在同一边进攻？你们不要这样子分两边欸，很累欸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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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啦。完了，好大一个洞！怎么没了？
好，三个，四个。哦哦，可不可以让你们进去一点点就好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进来我人就没了。好重，太重了太重了！外面下血雨。升级升级，升级什么？负重还是升级砖头？砖头吗？负重，火力哦，我觉得火力也要升哎、欸。麻痹强度加 0.15， 火力不够啊。砖头吗？好啊，那我们这样等下就等得下去啦。我靠，升了砖头强度，你有没有考量到我们现在火力不太够啊？刚好三个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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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靠，小人国，四，那怎么才四个？哇，怎么这自爆兵呢？我靠！要不行啦！好了，好了啦！不行不行不行！回复血量，红色是哦，所以刚开始那个真的不应该消耗掉哎、欸，有点可惜。增加负重，快快快快快快！没事没事。那个刚才浪费掉有点可惜啊！哦，行动自如，行动自如，好哎、欸！让你们这样一下下就好，不行不行。没事的，主公，进来一下下就好了，很快就结束了。不行不行，不痛了，不痛了。护盾多50滴血，我觉得火力要上升啦。我们大家先在这个一定要再挖一颗火力上来，不然火力已经跟不上怪物了。三个连在一起完全打不动。哇，怎么都没有啊？紫色的，紫色的，不是哎、欸，给个黄的吧，黄的，黄的，黄的。勉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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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得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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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自己。感谢 Mayday， 谢谢。等一下啊，莫德嚣张啊，是能量二吗？这个护盾型的东西，我觉得也要点一点。充能，舒不舒服？怎么硬？哇，火力差很多哎、欸！拜拜，我等下回来哈。这次一定要升级护盾了啦，不升不行。很重，很重，超重，太重了。
后面挂一串这个肉粽啊。啊、哦，很重很重。没有自动修理装置吗？不用鱼骨挖法吗？鱼骨挖法挖不了什么东西。回合计数器硬化，增加那个抗伤能力，增加300滴血。我现在有8块哦，移动速度增加，增加50滴护盾。看一下什么水，移动速度要6哎。好，等一下把那个炮塔移动速度增加吧。哎呦，哎呦，继续贪哦，不要贪得无厌啊，会出事情啊。哎、欸，有了！闪电冲击波，我靠！5号，5号，你看是不是有用？闪电冲击波。还想自爆啊？哈，毒爆虫，让我们见识人类的力量啊！文明的精髓，还想爆我？哦，有了有了，三个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是可以回血，或者说做那个升级血量的承伤能力的一个重要道具。哎呦！还敢贪？人为财死啊！不要怕，只要送回家，我们就有钱了。我就喜欢你贪的样子。没事啦，你看这不就到家了吗？我还可以顺便拿杯水喝哎、欸。怎么那么少？6，怎么才5？哇，硬化二阶，成伤40。最大血量这可能要弄吧。快不行了，快不行了！快哦，快哦，快哦！我要进来咯。有了有了，这个速度还行。6颗肉粽，我要准备几颗啊？我们刚才升级是要12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移动速度可以先升啦。玻璃要爆掉了。看一下啊，血量，移动速度要先升，然后火力12，再看该来得及吧。先修理，没差没差，我应该来得及。
我可以。才两颗？哦，紫色的。快快快快快！太重啦！不要冲动！麻痹雷射探测器，麻痹雷射哦。我看一下，先修理。这什么？生命值增加。可恶！还行还行，哇，麻痹雷射有料哦，有料老大，哎呦，副炮是可以的，所以我觉得科技很重要哎，能不能先找到科技品，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那我们先赶快把这边探完吧，应该是一层会有一个科技用品吧。嗯，应该是一层一个。时间应该够吧？修理玻璃，修理沙尘，哇，玻璃！哎，怎么掉一个啊？怎么又掉一个啊？被感谢了。掉了好几个，没事没事。哦，负三，然后回去捡就好了啦，不急啦。好像只要挤到它超过个限度，它就掉下去了。感谢谢谢 Dio， 感谢你，感谢成天画房子，感谢。你看，刚好精算师各位。十二，这边很重要，我们要先升护盾吗？还是要先升什么？持续充能时间，持续火力哦，增加火力，增加伤害。哎、欸，副炮也可以加伤害、欸。自律系统，盖一个。那还是先升主炮的威力好了。这还多一个什么取射？可以把它变成自动会追寻瞄准六度的一个角度，还蛮酷的。但我觉得先升这个啦，然后等下把负重跟喷射背包的速度再提升一点，这样 OK 吧？感谢 YUAN， 感谢你，感谢啊，来啊，呜！哇，那个炮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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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被他破了！爱的雷射一起来！掉哪里来着？回收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这边应该还有吧？空间那么大，怕能够自动化就好了。我觉得如果你收集的够多，是绝对没问题的，肯定是没问题。八个月。
哎，感谢，谢谢彬彬有礼，但是彬彬不送。怎么换 BGM 了？会不会下一波难度？有可能吗？哎，到底了。完了，这一波没有任何斩获，怎么不用鱼骨挖法？待会挖，待会挖。看一下啊，六五才五。那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应该是要先提高负重啦，负重这个东西还是蛮有效果的。血材料很难挖哦，对啊，确实啊。要爆了！哇，那小炮很强哎！快快快快，速速速速速速速！快呀！怎么那么慢？这个速度已经不能满足我了。我们挖这边吧，这样刚好两块可以探到最大探索范围。这把有料了吗？先拿这些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，加上家里面五颗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大家先增加负重啦。自带六个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要弹到底。台湾人就是这样的精神，刻苦耐劳，负重前行，对不对？我们呢，如果可以多拿两块，那就绝对不少拿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一次可以做完就一次做完，负重又怎么样？没有关系，台湾精神。二增加，等一下我们再存一个，可以存把这两个先弄完。这波要守住啊！来来来，哇，怎么来那么多？完啦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快快快快！等一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越破越大洞啊？哎呦，护盾，护盾是真的蛮重要的。可是护盾，如果说……每次都一直破，也是蛮鸡肋的，就是一个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道具，不点也不行。有一个蝙蝠哦，人先跑，能不能争取时间？应该可以吧。你这个逻辑应该是对的。差不多了，要回去了。还敢贪啊，飞鸟！能不能坐个电梯？我现在赶快把那个文物找到，我相信那个文物应该又有新的武器可以先升级啊。文物很重要啊。
先把矿点探出来哦，这也不是办法啊，你探出来没挖，下面没升级还是会爆炸啊。我准备好了，这波一定要守住啊。空军感觉还是要先打死，不然太麻烦。有了有了，强化了强化了，呜！火箭全开啊！快哦快哦快哦，哦，怎么才两个？完了，完全没有斩获。底了吗？到紫色了。对啊，这样还少一个文物啊。紫色。不会没有吧？没事啦，我这移动速度这么快，不是一身轻啊。升级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五点伤害减少 40%， 这个是远程的，远程效果。哇，超级巨炮二选一耶，双重雷射。威力三雷射，还有这个瓦解射线，把敌人的子弹给瓦解掉。看一下啊，先升什么好呢？还能升什么呢？好像也没东西可以升啦。不过这个小炮我觉得可以帮他升一下，比如说什么让他的持续时间久一点，才不会那么容易热荡啊。来啊！哦，这是很佛心哎！大只的可能真的要升级武器了，那个现在那个已经扛不住了，我们那个小鸡鸡现在感觉是挡不住了哦、嗯。看来也要从这个亚洲赛事提升为欧美赛事，最终目标就是要成为非洲赛事。在右上嘛，我会觉得，哎、欸，有了，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这么大、啊，哇，哎、欸，不对，等一下，缺什么东西？不对啊，怎么不开？啊？怎样？非洲赛是怎么回事？不是啊，怎么不开？太重了。先回去，先回去，先回去。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？你没资格啊！你没资格。
哇靠，妖这么多。OK OK， 勉强勉强。不是啊，那怎么开？大哥，行行好啊！还是这边还有东西？技术要先提升，四乘四吗？他周边都被我挖干净了，怎么可能？哇，这个挖不破，不行！我跟你讲，那边一定要升级了。那个不升级，你连挖的机会都没有。啊，有电线！电线有电线，所以等一下我们把那个底下的往下挖，可是要先升级钻头了，钻头要12个哎、欸，可以再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下一波不知道多严重，先回去先回去，天晓得长什么样，快啊快给啊，增加80滴血量。24钻头12，好了好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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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了不行了，ダメです。底下这边吗？啊？哦。那颗红色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哎、欸，好快！这么搞刚，这么搞刚，我希望你一定要很强啊！噔噔，拜托了，猛起来吧！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啊，靠！让我浪费，哎呀，浪费掉一个啊！哎呀，砖头，回血。我想说還，我给他补血一下，没注意到啊。哇！怎么回事啊？呀！啊！啊！你拯救了穹顶。New map size unlock， 上 New world unlock， 解锁了新东西耶，二选一吗？哦，驱逐器。啊，你的技能组啦，好像是技能组。你只要挖到那个核心，就算过关了吧？啊，文物收集。对啦，对啦，就是你要收集这个文物，然后它好像会有很多新的地图可以玩啊。
践行工程师文物收集，还有无限模式啊！原来如此。安装一个可以吸收伤害的护盾，自动充能。安装一个这个 tank， 一个罐子哦，然后呢，会把这个敌人来喷出一种液体哦，让那个敌人跑掉，是不是？哦，减缓下一次攻击的时间啦，它是减缓下一次攻击的时间。原来如此，延迟下一步攻击。那好像护盾还是比较好一点吧，感觉护盾还是比较亮。该困难了是不是？难度，heavy small， 这个呢？呀！新地图啊！你把人家压死了，难怪人家不爽。没有，我们这个选择呢，你要先想办法，先那个嘛，累积经验啊，对不对？很多道具是干嘛的我都还不知道。六个。移动速度、雷射威力。先不要升吧，我觉得先继续挖啦。等第一波来为止。第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来。先把最大地图的，对啊，先解过一轮之后再玩无限模式啊。是不是要先升级钻头啊？这么快？拉兹巴头！哇！啊，不就还好。先靠我的肉身啊哈！现在我的策略就是先靠肉身，其他晚一点。没有毒条可以看了，毒条要捡到那个神器吧？没有神器的话就没有啊。看一下毒条，刚才毒条是哪一个啊？还是简单啊、哦？怪物侦测这个吧，刚才是因为点这个关系吧？周边敌对反应啊，四点哦，有点浪费，好不想点哦。可是不点，大家被怪物车。前面两波应该是没差啦，后面可能你挖比较深的话就需要了。别冲动！别冲动啊！靠腰，怎么还少完了？就你这个回合计数器，就多嘛的呢？
头破血流，生命显示仪先点出来吧。好，现在这样基本功能都有了，然后等一下先想办法强化火力。OK， 但是还是找不到那个遗迹啊，在哪里啊？先冲采集速度哦，采集速度最快是懂一下就爆啦。可是重点是你的负重跟移动速度，我觉得比较重要啊。啊，第二趟还过来。贪婪，贪婪和恐惧，你选哪一个？都急，是不是好慢哦？负重啦，我觉得负重感觉还是重要很多，能够一趟挖完的就不需要到两趟。好，不要再挖了，先回去吧，因为我武器还没升级。你选择让他进来一下下，那我们人就没了。护盾，升级升级，升火力吗？升级先升级火力好了，瞄准应该不需要了，资源清单应该也不需要吧？这个东西浪费了两个，真的蛮浪费的。好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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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慢。可他人其实蛮好的，他应该是要救那个 被我压在房子底下的伙伴吧，我猜啦，感觉应该是要去救人。好，红色的，我们才是坏人，没错啊。怎么找不到电脑啊？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完蛋啦！又贪啊，回去不是刚好吗？没问题啦。多少多少？八。增加负重还是要增加飞行速度啊？副炮还没找到哎、欸。六，硬化，先速度吗？我就直接压着，哎、欸，不行，空中。漂亮漂亮，在这边吗？拜托你快出来吧，再不出来我现在连一个遗迹都没拿到，要吐啦。那个增加那个凝水器我觉得超没用的，反正像什么凝水器这种我都完全不点了，因为那个凝水器有跟没有一样。往这边，这很重哎、欸，凝水器我觉得没什么用啊。钻头哥冷凝器，钻头哥呢，就是说呢，他很喜欢挖，他可以呢帮助你挖挖挖，然后捡捡捡、哦、然后可以帮你工作，你可以随时回来 check back， 你 wake up， 就是你可以呼唤他啦、哦、你要呼唤，因为他常常会睡觉。经常睡啊，钻头哥人呢？工作啊，睡在睡，睡必睡啊。
挖了啦，挖了啦。他会经常睡啊，所以你要三不五时过去摸他一下，然后他就会动。多个攻读生，是不是比冷凝器有用多了？捡东西，八颗不够啊！完了。没有瞄准线，尴尬了，尴尬了。哎，小弟弟，哎呦，他没睡觉啊，他很勤劳哎。金哥是不是改版了？好像是哦。哇，好多，带不回去。哎哎，他是不是不能上下？好像不能上下的样子。完啦！这个东西我就要点欸，它这个东西冲击波好几次，我就觉得蛮有用的。欸，点心，充能速度时提升，工作很久才想要睡觉，挖掘强度上升。欸，感觉好像值得投资哦。越敲越快啊！我的妈呀！好了吗？不要再炸了啦！再炸下去，真的什么都没啦。强度，砖头哥，点心，充能速度提高。他如果不，你不阻止他，会越敲越快。不是能修吗？不能修啊！你要修，你要用红色的修啊。可是我觉得先点出减伤比较重要吧。我没说话吗？我怎么会没说话？应该是你的问题吧。我一直在讲话哎、欸。图奇实况组，哎哎哎，话最多应该就我了吧。还敢睡？假崩啦！有了有了有了！哦，他挖的速度变快了，可是他挖平的这个是有点智障啊！完了完了，这把是不是要没料了？感觉都生一堆莫名其妙没用的东西。没东西，
哎、欸，漂亮！家里要爆炸了，怎么办？家里要爆炸了，充能护盾。哦，三个。工作啦。只能先修一把了。没有，我觉得 这个好像一开始还是要先把那个电网给弄起来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其他的武器功能之类的。要再一趟六七七个，然后我加一个八个，好像还是不够。叫他挖哦，挖哪里？对，电网对近战很好用，他会把它麻痹掉，让它暂时不能攻击啊，这很关键的。快！所以呢，先升电网吗？然后其他先存起来吧，等下升先升钻头。近战伤害减少。哇，全远程啊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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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好了啦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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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这波不行了。我靠！全远程这么狠，不给机会活啊！我好险！加油加油！我先回去修房子，交给你了。把它丢下去，虐待动物。升级，修复生命值。这个不修不行啊！大炮怎么办啊？护盾充能，护盾的血量增加50滴，这个也是蛮有用的、欸。50滴可以多挨好几刀，充能能量充满的时候速度提升，砖头强度上升。哦，还会转头哎、欸，这么可爱。先点强度上升好了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自己也要升这个啦。再往那边挖一下，搞不好还有什么精彩好礼。来来来来。
来吧，宝贝，坐你来，坐你来。好了啦，好了啦。等一下要存12颗，先把武器升级吧。我觉得武器火力已经有点快跟不上了。你有没有认真工作？你又在偷懒，起来了啦！努力一点啦，不然等下大家一起倒霉啊！不要开玩笑呢。加油啊，加油！这边好硬哦，挖快挖快快挖不动了。砖头太软，就说什么欧洲 size， 你看大归大，但就是会软啊，不行啊。他的那个能量血液没办法冲到每个角落去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总算，差点以为要完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边拿7个，有点道理。不过你怎么知道？看人家分享的啊。贪是种罪恶，7大罪，好不好？7大罪。升级。火力，哎呀，7不够，12，快快快快快快！风俗 V 啊，没有，我没看那个风俗 V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哎呀，这边还有哎、欸，那我刚才就差一点点了，挖矿理论呐、啊，刚才为什么不挖这边，我们就有了啊、哦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太长会有点软。所以你喜欢短小精干还是先挖不带哦？先挖不带，你下一轮就撑不过去啊！这就不是带不带的问题了。靠腰，我忘记升武器了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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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忘记升武器了啦！太贪了。1、2、3、4，哇靠，不够啊！8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可以修理。11，差1，哎呀，移动速度。转移雷射，我觉得还是要先升炮吧，感觉那个主炮还是蛮重要的。挖墙哥，哇，一直飞，一直飞。哎呦！完了完了完了！看，连续被轰炸，左边直接失手了。哎、欸，你挖去哪里了？
哦哟，我有懂挖懂挖。你看，被我抓到了啊、哦！出发，出发！不枉我把它点高啊！没有，我先叫他把另外一边挖到底啊，这样不是比较好吗？然后这个技能，蓝色的那个点数不够哎、欸。20点，点什么？威力。我哥从大陆回来要居家隔离，我跟我妈只能出来睡，有家不能回，有够哭的。怎么那么惨啊？再读一下。大家看能不能捡到那个 蓝色水滴吧。然后我们就让他转头啊，他就可以一直挖着挖，我只要帮他把那个洞挖好就好了。不是对手，我靠！哎，过分了，过分了，过分了！过分了，过分了，护盾还是要弄一下的。哎，挖另外一边，挖另外一边。有了有了，第二层科技没拿到啊！我现在就少一个科技啊！啊，在哪里？对啊，黄色那一层的文物没有捡到啊！啊，断了，可恶！没事没事，下一把去找，先把东西先升级。升什么呢？移动速度吗？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吧，感觉上啦，八九不离十啊。我现在移动速度好快哦！别再撞啦！再跳啊！他这是好像提早来了，对不对？还是因为我拖太久了？是不是我拖太久了？这里没有。另外一边呢？哎，哇！谢谢你，您真有料。别睡了，别睡了，我先帮你挖好坑。好，可以了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
好啦，这边感觉应该没东西了啦，准备就是直接直攻下一层蓝色那一层了。怎么没有加薪啊？等一下让他喝咖啡吧，让他努力工作。钻头哥，懂钻，升降机，麻痹雷射，麻痹雷射其实是真的蛮好用的，可是升降机感觉很好玩欸，对不对？有电梯哦，好啦，升降机一下，反正没用过试试看嘛，输了就算了。正常来讲，我的逻辑应该是要选麻痹雷射，感觉会比较好一点。火力减半，升降机运输球，运输球的球速两颗，运输球，守者专用升降机，没有蓝色的啊。啥？啊？那我都点那个加速了，这样是不是有点浪费啊？完了，下面继续挖是不是啊？哎，好像有道理。砖头哥，你人呢？怎么没看到你啊？你是不是阿呆了？被抓包了啊！快运上去看看，超慢。多下一格鱼骨，等一下，我先运回去。掉一次就改变一次方向，是吗？24，还没升级，不是这样用吗？那怎么用？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去去去去去，找到找到了。哦，完了完了，大扣血大扣血。好险，我手速快，不然就爆了。麻痹雷射感觉比较好欸，不然就可能就要把这个再升阶啦。但是我想要先把那个资源给那个钻头哥。
小的吗？哦，按钮。完了，放上面没用啊，它会自己跑上去。珠子会帮你拉上去哦，所以我还要等珠子是不是？三十，不行了，这边越挖就越没力了。我们等一下看能不能再找一颗，我们把那个砖头哥升到可以自动转向，然后再帮他加那个体力啊，应该就蛮有料的。越挖越没力，没办法啊，没升级啊。不要逼我哦。直接扫平，吼，厉害了吧？哥，你去哪了？加油啊，别睡啊！好慢哦！哦 ，nice！ 快一点，这样有办法升的吗？十二，好像不够哎。可钻头哥可以先升吗？二三，钻头哥要三的样子啊！哎呀，转向，运输强化吗？啊，怎么掉一颗？哇，怎么那么慢啊？守护者升降机速度提高，运输速度提高。它现在可以装三个资源而已啊！你要升级完之后，它就多一颗运输球，然后携带资源增加，还是给钻头哥好了，还是要升这个。钻头哥好了啦，钻头哥吧，先把钻头哥自动转向弄出来，然后等一下我就下面先开拓嘛，开完之后就完美了。怪来怪来了，Hello。快！球一定是不够用，一个球只能载三个东西啊，肯定是不够。哎，你好啊！然后那个遗迹在右手边，钻头哥现在过去，让他先去那边钻吧。我现在这边捡漏，
哦，修理修理的，这很重要。这一层应该还有其他的遗迹吧？遗迹只给两个吗？哦，好硬哦！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去看看钻头哥那边怎么样吧。他现在挖紫色的区块。哎呦，发达喽！怎么掉一颗？发达喽！球太慢了啦！紫色有文物啊？你说旁边的紫色文物有吗？我没看到呢。这里我们要先升什么呢？超级钻头、喷射背包30。射击敌人的时候呢，他会立即将对方瓦解。还是先升移动速度。钻头吗？感觉这个炮移动速度要把它增加一下哎、欸。摊哦，是能摊啦，但是我是怕会爆炸啊。啊，摊一把，摊一把，加下生命值。反正已经有硬化了嘛，暂时不怕。OK OK， 加油加油！哇，音乐 BGM 变了。你就知道等一下出事了，是不是在偷懒？第二个线找到了，在那边往下吧。对啊，我们先把那科技先拉上去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这把看一下，7，钻头哥移动有了，可他的体力有点少就是了。不管了，先去挖那遗迹，我相信我可以的。人要相信自己啊！你都不相信自己了，那谁相信你？靠腰。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。
果然升级过的就是猛。可以有第二只钻头哥吗？不行，他那个是圣物给的东西，是被圣物孵化出来的东西啦，所以没办法再弄第二只吧。除非你有捡到一样的圣物，但我觉得设定上应该是不会给你怎么样，不然这样会太阴霸了。为什么不能启动？还有一个吗？没有啊，这边看起来不像是有啊。右边的线，先把那个修理的东西捡回家好了。怪来了，怪来了，怪来了！然后把它弄，我们要把那边挖深一点看看，我觉得应该可以顺利找到遗迹吧。但是这一波要先撑过去啊，那个声音听起来怪怪的。啊，这么简单。该三十了，可是我们要挖那个东西就弄不到三十啊，只能二选一啊。这边还有路吗？往下可能还有，没有往下的啦，到底了。右边吧，是不是？右边也没路啦。睡啊，你就睡，你就这一辈子就去睡。好，可是我没有三十哎，最后一波挡得住吗？鬼东西啊！不要冲！
成就，然后成就了。哇哦！大了不要 受不了。他那成就就是，如果你没爆掉的话，好像会直接就会直接给你一个成就。根本不需要你，我就把它清掉了。解锁了剑模式，然后无限模式，然后大地图。哎，感谢沃夫。剑模式是干嘛的？就是一把剑，是吗？哎，不一样哎，穹顶的大小也不一样。这还不能用，无限还不能升级哦。果树，哎有嘞，超大地图。我觉得应该要玩这种模式啦，感觉啦，对不对？这个模式还比较正常一点，这个困难模式我觉得也没有多难啦，对不对？感觉啦，感觉上，好啦。我们看一下剑魔是长什么样子，也差不多了吧？哦，球是不一样的。又一个虽小，剑可以干嘛？我靠，什么东西啊？很帅、欸，很帅、欸！这是绿色石头是干嘛的？感觉那个超难用的，对，没错，我也觉得超难用。钻头科技不一样吗？哎、欸，不一样哦！快速突刺，远程突刺。强化挥砍，我们试试看，我们试试看。感觉是超好笑的。先试一下远程突刺伤害，瞄准线，然后这个是强化挥砍的那个伤害，下面那个是什么？反弹，可以反弹子弹。快速突刺升级，长剑巨剑，长剑巨剑，带电刃，炸弹还可以甩炸弹出去，飞刀，哇，爆炸性反弹，这为什么感觉这个剑感觉更好玩啊？再给我一个，有了有了有了。还可以甩啊，剑感感觉很有料，但是你要先撑过那个最难的时期啊。你如果前面撑不过就没啦。不要忘记，他对远程他是没办法直接秒打，他是要用飞，然后控剑，你要那个用御剑术啊，难度很高。好啦，我们这把我们就随便玩，因为我大概十二点就要关台了，我们就先稍微试一下远程突刺、快速突刺。这个是有两条路线，是不是？放大箭头，然后这个是收箭速度会加快，冷却时间也会减少。这个是冷却时间会增加，所以我们要试哪一个？强化挥砍吗？第三个吗？哇，只剩二选一，还差一个。还要加速，也太白痴了吧！太白痴了吧！
远距离用御剑飞先打、啊，不然怎么打、啊？画米老鼠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这个东西对我没有用。左边，他那个打怪，你还要先拉，然后再转过去挥刀。驱虫剂已经准备好了。哇，还可以放杀虫剂。雷达，你还在为有怪物入侵而困扰吗？现在就购买。爸爸，外面一直有人在敲窗户哎。没关系，交给我吧。哇，老公你好帅啊！小强不妙屋。我试试看，我只想要试这个东西而已。这个生丸还有巨剑，巨剑要12颗哎，抽得到吗？什么东西？其实说实在的，是真的蛮强的啦。我讲实在是真的蛮强的。但是提起晚上好，今天早上去打大鲁阁，下午去唱歌，充实的一天。但我现在全身酸梅，声音484老了。Bible thump。是，年纪大要服老。12颗哦，我要几趟啊？速度这么慢。不行，我们要尝试成功。来，有梦最美，这边一定有12颗。御剑术会玩的话，应该很猛。我觉得要把那个瞄准线点出来，不然的话，你那个御剑飞出去不好操控了。几颗了？差那么多，12。我很想试试看那个巨剑飞出去会是怎么样。长剑一。下多少？6吗？7哦，那还差一点点。再刮到一个坑就可以了。Yes, Gullibon。不要灰。过分了，过分了。就说不要了嘛，你还用？对啊，小怪一刀就倒了。这样缺一，是蛮痛的。如果你把那个他的那个剑啊，左右横挥点满的话。他就是速度会很快嘛，所以就是刷刷刷刷，然后就看到怪物就一排一排这样被砍烂。然后远程的话就要麻烦一点，是你要用御剑飞仙。他打远程应该不会用雷射炮这么快啦，感觉像对啊，超级雨刷，新爆气流斩，摩多摩多嗨呀个，摩多。还缺一颗啊！摆方向横劈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加药没了，加药没了，谁在敲门？哇靠！太狠了吧！缺一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再让我拿一颗就好，我就让我测试一下，这把就是来测试的，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记得要修吗？没有，我只要试而已啦，明天再打吧，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打最高难度，是绝对没问题，
好吧，有了，积极备战，巨剑，有巨剑吗？没有啊，有比较大吗？我怎么觉得还好啊？哎，对啊，我点巨剑啊，有大一点点，那可能要点到这个等级啦，巨剑三。应该会就好一点。巨剑三变30公分，非洲等级。有啦，有变大啦，有啦。他这边就说啦、啊，你看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图示啊，有没有？你看这图示，强化黑砍是长这样子，然后巨剑一长这个样子，原本这样大，然后再变这么大，然后二就变这么大，三就变成粗成这个样子，有没有？现在是变长了一点点吧。可以了，我今晚可以睡得好好的，舒服。完成了，完成了，我的梦想都完成了，可以了，好了 ，OK 了，今天先开到这边喽，然后我们。